风云驱动色，飞复旧江湖。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好啦，今日呢个风云谷咧，讲呢个叫移民英国啊，吓嗰种啊。食又冇啖好食啊！天眼啊，你話天氣啊，又非常之陰涼啊！嚇，呢個叫天眼之爭，叫扭開天眼咧，就叫窺紅塵嚇。好多人咧，你不具備嗰隻天眼，或者有個天眼你唔肯開，咁咧去到英國咧，確實好淒涼嘅。啊，咁呢個咧係唔係我講嘅？係黃國維講嘅。其實咧，中國文化裏邊咧，三千年咧，係對於一般呢啲香港人同埋華人。對於居住在英國和美國種種的辛酸和痛苦，冇得食啊，天氣不好啊，有曬答案噶啦，啊，其實你冇理由不知啊。喂，英國啊，天氣長期陰冷喎，喂，英國天氣長期陰冷喎，好苦悶喎。但係咧，我亦都聽過啊，喺呢廿幾年來，啲人喺度講正能量啊，講叫平常心啊，係吟過一首咧詩咧，叫春有百花，就秋有月。夏有涼風，就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哇！呢句好好詩啊！啊，喂，有時你抽到嗰啲 WhatsApp 啊，嗰啲嗰啲咁嘅羣組，好中意咪啊，傳嚟傳去嗰啲金句咧，長輩圖啊嗰啲，嚇整一幅嗰啲蓮花啊，係啊，長輩圖。哇！以下金句我聽了啊，覺得咧啊非常之咧受用啊。你覺得不知同唔同意啊？如果你同意啊，請你轉發給十個人，係嘛？呢咪春有秋花，春有百花，秋有月咯。前一排我又深有感受啦，阿陶生。喂，你識噶嘛？知噶嘛？啲中國文化裏邊早有經典啊嘛。乜呢啲咁嘅嘢原來係寫喺個書嗰度，你唔 practice 噶。嗱嚇，喂，係日本仔咪知咯。所以點解解釋得到點解你日本去到山卡拉地區喺一個河邊一個橋頭？有一個日本的家族係做咗七代喺度咧，做一個將啲鏡啊係打磨，然後咧擺曬嗰啲咁嘅銅鏡喺度，然後你入去好欣賞喎。喂，可唔可以咧開多幾間啊？然後佢秒你咯，係嘛？因為佢唔想發達啊嘛。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啊嘛。喂，你覺得個天好灰啫？啊，九月幾到九月底至到第二年一二月陰公咯，長年陰雨係嘛？喂，朝頭早十點幾啊，嗰個太陽都未出，夜晚黑到十點嘅天黑，一個人對住啊一窗咁嘅啊燒燒落葉之後啊呢啲咁嘅陰暗嘅啊呢、這個叫做吸血殭屍出沒啊咁嘅場景啊，你話點頂啊？嗱，我自己經歷過啦，就前一排我就突然間聽到出面咧就有啲哆哆聲，咁原來咧一朝早清晨下咗場雪啊，喺四月嘅時候啊，咁跟住去到中午太陽出嚟就啲雪融曬，就好熱添，好似夏天咁樣，成廿度，咁去到傍晚就已經咧收太陽，就已經好似秋天咁樣啦，啲陣陣涼風啊，去到。啊！夜晚黑咁就直情冬天一樣啊！咁其實英國咧唔好話，其實你唔好話咩冬天嗰啲天氣差，唔好用差唔差去。佢係唔同，佢係唔同，佢唔係差，佢係 different。一日裏邊你可以感受四季，嗱依種感受咧喺香港當然係絕對感受唔到。但係如果你有依種咁嘅心情，或者你對於個天色嘅變幻咧係採取一個即係、就是、你若無閒事在心頭嘅情況之下去睇咧。其實咧，你係一個享受嚟嘅。咁你嘅心頭好多閒事，好多恐懼，好多壓力。你喺香港一個咧嚇咁好天氣嚇咁風涼，十一二月啊嗰個季節，你一樣覺得非常之 miserable 嘅噃，係咪？呢個咧中國嘅道家啊、禪宗啊、係老莊啊，其實咧兩千年來係有曬提示。陶生，我親身經歷，我你知唔知我食過一餐最？難食的早餐在哪裡呢？哪裡？在半島酒店裡面。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小弟一早上八點鐘就約了個老闆要賣劇本。當時我就帶著一個很沉重的心情去到半島酒店。但半島酒店的西餐應該最貴最漂亮。最貴200多元過，那個，說十幾年前。你消費了。200多元不是我埋單，但200多元過半島的早餐，我背脊骨落，我吃不到。
食個味道，所有冇味，冇味道嘅，因為我要賣條橋俾個老闆，我擔心賣唔到條橋。係嗱，依個就係我對比咧。老闆擺個陣出嚟，叫你去半島食早餐喎，係嘛？咁先至壓力啊嘛。但係呢個先壓力喎，喂大佬，即係等於走去考試喎，係嘛？係啊，考牌。即係會面見面試喎，所以你話如果叫民以食為天咧，半島俾個早餐叫所謂嘅濃肉都冇味喎，係嘛？所以就係即係我用自己親身感受咧，即係當你其實好唔好食或者即係啲食物係點，其實唔在乎個食物嘅本質，真係在乎你嘅心情或者你背後有冇一啲顧慮。咁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就係咁啦。何況咧，即係研究英國人點解咁頑固，係三百年嗱，佢有好多呢個叫譬如科學有好多新發明。係啊。公共政策因應呢個世界形勢嘅唔同，有好多嘅妥協同埋改良。點解食物佢哋唔改良嘅咧？有好多嘢會執生，係嘛？嗱，呢個叫做呢個叫詹士邦啊嘅電影，佢都會因應住而家呢個叫父權啊文化多元個形象會變。點解佢去到餐館酒館，佢嗰個 menu 係三百年不變？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嘅話題。係啊，一定有原因嘅。呢個裏邊係一個乜嘢嘅文化性格？系，系嘛？嗱，呢个其实啱啱嚟到香港，呢个英国嘅，其实好多人，你探索一个你自己居住嘅一个宜居嘅环境，有好多非常之有趣嘅话题可以深入研究啊。嗯，你可以问翻英国人咧，喂，你哋嘅呢个历史上科学嘅嗰个改良同埋呢个发明不绝，点解嗰个餐牌系咁守旧咧？嗯，你可以同佢讨论嘅。系，哇，分分钟。佢會發表一種慧論咧，你係諗都未諗過。咪仲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從一個 interesting 嘅角度咧去考究咧，你係好發覺好分裂。即係譬如英國人原來佢哋習慣唔除鞋入屋嘅，係啊，亦都喺廁所會鋪地氈嘅，係啊，啊咁依啲咧又係好特別嘅。咁你可以同佢哋交流一下。呢啲係文化差異，係啊，所以文化差異咧，亦都係 cultural studies 呢個文化研究裏邊一個好大嘅課題。嗯，係嘛？咁所以話點解咧？即係講翻咧，點解佢三百年來英國人咧，佢唔會改良自己個餐牌咧？係，佢係一種咧好奇怪嘅頑固嚟嘅。嗯，呢種頑固咧就係佢做人同埋咧對呢個世界嗰個觀點咧係同一般人唔同。佢覺得人生嘅 priority 咧就唔喺食嗰度。佢唔係喎，法國人係喎，法國人係咁，我哋唔係咁。係係。係嘛？喂，法國人揸車咧，叫揸呢個叫做左軚，我呢度係右軚。係啊，法國咧係用呢個叫公有制，講公尺同公里，我呢度講英尺同英里。嗯，英國人咧係有呢一種咧好奇怪嘅頑固，係同日本人咧係好相似，佢係島國嘅民族。嗯，所以英日係相似。同埋第二，我都覺得個民族，佢慢慢覺得佢話我使乜嘢改良我酒吧嗰個美嗰、那個唔係美食啊，嗰種陋食啊。因為而家喺英國已經實現文化多元，有泰國餐館，有日本麵館，有印度菜館，有呢、這個其他種種嘅尼泊爾啊 Quebec。佢話：我如果要食其他嘅味道，我去其他味唔同嘅菜式嘅餐館度食就得啦。我呢頭唔使改㗎，係嘛？我呢度永遠唔改。尤其你去到一啲咧古色古香、好有傳統呢個歷史味嘅古鎮，例如約克啊、愛丁堡啊咁。他覺得他這個酒館五百年歷史和對面的大教堂和外面的鵝蛋石路是融為一體的一部分，如果我在那個餐牌裡面是加多幾隻那個甜品，除了這個叫 Apple Pie和這個 Apple Crumble 之外，我整多個叫蓮蓉酥或者叫蓮蓉包或者叫紅豆沙，是取悅外面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同埋呢個華人嘅移民咧，我寧願賺多啲錢，我唔賺。唔係，我甚至有理由相信佢哋認為嗰啲食物係唔夾佢間酒館裏邊嘅環境同顏色啊。係啊，係啊。我大膽啲估啊，我真係覺得佢哋會咁諗。係嘛？呢個叫偶開天眼咧，就虛紅塵。誒，天眼嗰個 level 先至會睇得到點解食嘅嗰樣嘢，你會同周圍你呢個酒館嗰啲顏色啊，你會連埋一齊咧，食還食，有咩顏色，有咩特別咧？係嘛？呢個咧，所以其實咧，現代嘅中國人咧，去到呢個世界咧，其實有好多嘢同外邊嘅世界係格格不入。啊，點解好難溝通咧？好多原因。
呢一樣係其中之一啫。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咧收睇呢個風雲谷啊。好，咁啊多謝你哋支持。如果未訂閱嘅，請記得訂閱我哋風雲谷啊 ，like、share 同埋留言咧，我哋都會十分之歡迎嘅。好多謝大家。世事多變，小看風雲。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